已经交了黄牛。天哪，这个看起来太好吃了，而且它在有点像特别胖的热干面，是吧？是给一个giant吃的一个热干面。但是那个甜水在哪儿呢？也没有水。面条是甜的吗？如果这个面真是非常甜的话，你会爱吃吗？如果味儿都配的话，也许我可以。 但是特别甜的东西，我一般来说不是特别喜欢。这个不太好拌，好硬啊！嗯，没想到真是甜的。真是甜的。嗯哼。有多甜？没有特别甜，但是有甜味儿，有点像甜的年糕，那个口感也挺香的。 都是很 Q 的，哇，好吃好吃，这个我喜欢吃。嗯，这个要是在欧洲不行，就是中国人敢把那个糖的甜味儿、辣的和那个大蒜味儿都放在一起，效果真的非常好吃。 刚才还点了一个老板推荐的一个冰最豆花，我来尝尝。这个是酒酿，我爱吃，好喝，好吃，凉的，而且真的是酒酿味儿。这个特别配那个面条，太好了，这个早餐真的非常非常成功。我们旅游的时候，在这种路边的小饭店，这个非常非常好吃的一顿饭，对我来说是最爽的感觉。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拍视频的时候，我就是想 capture 这种感觉，别的呢，尝一些奇怪的，没吃过的东西，或者吃一些非常高级的东西，也都挺好玩的，但是没有这个感觉好，这种感觉是很难遇到，更难拍到的感觉。希望你们会感觉到。